感动算民进党主席，同时也是总统参选人赖清德，继上次信赖台湾协会成立7月1号上午再一次来到屏东，这次是信赖之友会的成立大会，32个乡镇长明代都到了，给足面子。这个时阵啊，无应该搁去推动什么九二共识，一个中国的完整主权的走向统一。九二共识，这个名听起来刚刚无啥物问题，实质上是一个大中国的完整，台湾就失去主权了。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。几乎台湾千万不能再推九二共识，赖清德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，再强对手，这次总统大选不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，而是民主与专制的选择。所以这个时候提出胡茂的这个建议，这绝对是错误的。什么人提胡茂，咱都无甲支持，大家讲好唔好啊？蓝白两党总统候选人都抛出服贸议题，赖清德重申自己反对重启服贸的立场。不过上个月 TVBS 民调针对各地区对于蓝绿白总统参选人支持度，赖清德在高屏棚居然被柯文哲超越了10个百分点，地方民代听了不以为然。我实际观察到不是这个样子啦，因为你也知道 TVBS 也有他的民调，也有他的机构效应。在屏东，坦白讲，我们对柯文哲根本是无感，地方上他应该没有任何人在帮他动嘛。光以屏东信赖之友会来说，现场挤进超过3000人，座位完全不够，展现赖清德陆军压制气势，也透过后援会成立替选情加温。进行为林庆杜颖杰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